们来看一下大傻能开出什么神装。哇，不会吧，他第一轮呢就把奥特曼给开出来了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超铁侠。今天我们将来一场观众朋友期待已久的幸运宝箱开箱游戏。哇，太棒了，他终于来了，超铁侠。他说的没错，他的底盘呢确实是最重要的。不过最后面呢，我们还是以3-2的比分啊拿下了这一轮。没事的，才3-2，我有机会追上你啊，超铁侠。这一轮呢，我要选右边的那个宝箱。没问题啊，那我就选左边的那个。我先帮你开啊，看一下你是什么神装。还没开啊，你可以多打几炮。哎，开了开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装备啊？哇，这不就是那款外太空机甲吗？这么酷啊，那我开出来的会是什么？我帮你啊，我觉得开出来的应该也不会弱。希望如此啊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就要不要比超铁侠都弱。哇，这不就是前段时间出现的耳机机器怪吗？是的，就是他们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派出这两款机器怪物啊进行城市对战，看看谁的实力更强。超铁侠，我们的对战开始了，但是我在你背后哦。哇，你越来越大胆了，直接告诉我你哪里来的勇气。虽然你击中我了，但是你还是比我慢一步，哈哈！击中你的火炮了吧？现在你打不出火炮了。哇，真的，我们的火炮呢，跟底下的轮子啊，都被他打掉了。我1-0领先了，直接下一局。这一款外太空机甲呢，由于它的体积比较大，所以行动起来呢会比较不方便。哎，我们发现大傻的机甲了，好的，率先对他发起攻击。哎，看到我的威力了吧？一炮把你打飞。
哇，我竟然都防不住你一炮的攻击。咱俩的风格不一样啊，你属于灵敏型的机甲，我属于重型机甲。是的，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一比一啊，最后一局看一下谁能取胜。曹立夏，这一局呢我一定要拿下。来吧，我等着你啊。哎，正前方就是大傻的机甲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，他躲在最远处啊。哎，没打中他，看来我们要稍微离他近一点了。现在离他的距离稍微有点远，我们稍微靠近点了。我们的机甲呢，他的火炮啊是不能调整角度的。哎，这下哇，什么情况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被他击中了。来呀，重点是下面的火炮被他打中了。好吧，这一轮呢我们是输给了大傻。那么这一轮对战结束后呢，我们的比分就停留在了2比1啊。我们今天第二轮的比拼是输给了大傻，但是我们最后面还是以总比分1比1的成绩呢打平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，我是超理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